抱歉，我只和有趣的人讲话。我不有趣吗？放着许多喜剧的书。你下面好像可以过去，你太多地方可以过去了。哇，他们在吵架，太差劲了。那本书怎么了？真是笑话，这是最后一次叫我这东西上浪费钱了，反正所有的奖品都毫无用处。哎，他跑掉了，跑掉了。哦，我喜欢国际象棋，这是我最喜欢的游戏了。有一本书标题是幸运数字，数字可以和意义或价值联系起来。譬如有些文化之中，四表示不吉利的数字，因为在那些语言，四和死是谐音。而在有些文化中，数字13是不祥的，和幸运有关的数字12、7和8。数字可以非常有趣。看呀看呀，我得到了一块糖，现在咱们就盼着我能把它吃了吧。我得到了一个气球，要是我有手就好了。我是魔术师，你想看我一个戏法吗？把我打开，我会让写在书页上的东西出现，但是你要打开哪一页呢？当然是7啊，4跟13不是不响吗？吓死我了，为什么东西掉下来？哦，对不起，它落到你的头上了，你真幸运，那是一束花。抱歉给你带来的不便，如果你想要就拿着吧，我大概应该在练练我的戏法。得到的话，啊，我太生气了，从来冲不到好奖品。你觉得我现在拿着个一个胡萝卜能干嘛？我都没有嘴，又不能吃。话说，给你拿着吧。咦，我们得到胡萝卜，不想存档。啊！你干嘛？挡在我的门口。我真超怕。诶，这边可以去吗？可以耶。那我先跟那个下面的小丑问完再去左边吧。抽奖啦，奖品送你送大家，只换一个硬币就可能中大奖。这机器里投一个硬币就行了，看你能拿到了什么。抽奖啦，奖品送你送大家，可是我没有硬币啊。哦，可能要找硬币吧。我去左边看看咯。我这里蛮大的，老实说。有一次我在那表演，然后观众就开始扔番茄。啊？为什么不扔番茄啊？我真的很想看下一场表演，真的希望会很有趣。终有一天，我会实实在在地站在舞台上。终有一天，啊，可以上来吗？一个人类站在舞台上了。哦，这场表演已经非常值得期待了。表演？嘘，安静，表演就要开始了。我不是要……哦，真想看看是什么样的表演啊！我该怎么办？讲笑话。啊，真的要讲电话？我不太擅长这个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一个爸爸以前给我讲过的笑话，应该能行。为什么数学书总是不高兴呢？因为他问题特别多。啊，我以为很好笑，结果他们是笑话中毒了。太差了，教得我简直都止不住笑了。我好久没笑得这么厉害。结果
结果赢得满堂彩。谢谢啦，大概吧。哎，我应该是不是看什么？哎，什么也没有啊，你也没给我东西啊。哎，我想要硬币啊。你在台上太棒了，我都不知道人类有这么有意思。嘿，嘿，啊，没有硬币啊？不是要给我硬币吗？我以为他会给我硬币耶，但这样我根本就不能抽东西啊。给你花。哦，这个啦，我想起来了。我听说你上台表演了，还讲了一个很酷的笑话。看来你还是非常有幽默的一面。所以你想玩一个有趣的游戏吗？想吗？想吗？我在某个地方藏了一个红球，去找吧。想要线索是在书架后面。好，等一下。我们就在图书馆里，到处都是书架，大概我的线索都毫无用处吧，哈哈。有点过分哎。好啦，先存档。既然书架，我只好每一个都找咯。喜剧的书，这样怎么找啊？我看一下，大概我的线索好用处，所以可能不是书架啦，是这个意思吗？这个也不能开。想象可以回去吗？可以。啊 ！No！ 一只兔兔 ！No！No！ 超怕那只兔兔。我觉得一定在这里，可是我刚才过去的时候就被夹扁了。啊！一个小丑从玩偶书里，从书里跳出来，是可以过去了。啊，好，我觉得要追入战了。这样，有时候最长的路才是正确的选择，所以是这样吗？啊，不要追我，拜托！拜托，球可以给你吗？球啊，不能给你，你不是要球吗？不是这一颗吗？还是有三颗？哎，为什么都不见了？别这样好吗？我很害怕，我真的很害怕。还是他会给我奖品。你找到了，真不错。要是乐意，你就自己留着吧。我不要。啊，就这样。之后呢？而且他说要硬币呀，我没有硬币呀。书名：投币。把球拿给小丑，三得到一份大礼。哇，现在比较困扰的是我没有硬币，这个刚看过，右边那个也不知道怎么接啊。我知道了啦，放花对不对？放花看看。哎，怎么啦？一束花上面系着小小的缎带。哦，有路了。
嘟嘟 ，Hello。这只兔子玩着什么闪亮亮的东西？不要。我可以给它萝卜吗？小兔子不再玩那个闪亮亮的东西了。啊，得到了，得到了，太好了。它吃的萝卜了，我怕它不给它萝卜，我就被它咬死了。你对镜子有什么想法？嘿，你干嘛突然跑出来？真可惜，他们只能反映外表，而内在才是真正重要的。这样想的话，我并不相信镜子能反射真实的你。我觉得这很有道理。真正的勇气并不是别人能看见的东西。他十分专注地听着这位神秘女士的话。你看，我其实只是想说，不应该从封面来判断书。也许一张平凡无奇的封面之下，正好有一本书正在等着你。这件事，我希望有更多人类能懂。什么啊？我不想懂，我想只想出去。哎，我吓到。好，那我们去那个投币吧。投币。啊哦不，抱歉，是投资。投。得到了一个奖品。哦，他不是说要给小友球吗？那我先给他好了。幻月，这就是我抽到的奖品。那我看看你拿到是后。哇，得到了一张乐谱。哦，对啊，那个乐谱应该就是音乐那一天需要用到。我以为会随机有不同的号码。天哪，你们这些小丑不要吓我好吗？这样毁了书可不好啊！你知道你身陷危险之中吗？你喜欢音乐吗？我是一本充满乐谱的书，因为我刚刚来没有问他。在这你可以一边听古典乐一边读书，但是很不幸的是，这些乐器不听我的，不肯演奏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了。你没有乐谱吧？给你。这乐谱是你的吗？让我看看。是的，这就是我的乐谱。我怎么会弄丢了一页呢？谢谢你。哦，乐器们开始演奏了，我真不敢相信他们演奏了。我明白了，因为我的乐谱丢了一页，他们才不肯演奏的。谢谢你，我没什么贵重的东西给你，但希望这个有用。哦，谢谢，有个球了，太好了。那这个可以开了吗？有一把钥匙，上面系着红丝带。看来我是觉得那个杂耍球可能有三个吧。好，不管怎样，啊，玩太多次，不晓得两颗够不够哎。给你，啊，看来不够。小钥匙，哪里啊？我在想，哎，等，假游戏卡住了，等我一下。啊，它停止运作，等我一下，还好刚刚有存档，突然停止运作。
我觉得应该是这边吧，他搞不好走开了。哦，果然，我们亲爱的主人公又好奇谨慎，看看这个世界里的每一处细节。你玩得开心吗？我敢肯定，你已经发现这个图书馆的迷人之处了。是啊，这里的书都能说话，还能走路。既是如此，图书馆就是书的家，而这里更是如此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说话和走路。但为什么我会被困在这呢？怎样才能回到我原来的世界呢？他开始问向那位金圣眼瞳的女孩一些问题，虽然他根本没有必要去问。你在想故事开始之前就让他结束吗？这是真是个成问题的角色。即便如此，我给出一个答案也对你毫无帮助，还是你自己去找答案更有趣哦。这个图书馆里书们都会睡觉，所以不是所有的书都会说话。充个灯好了，我怕进去又会遇到什么可怕的事情。我看来不是开着，哦，那是鸟吗？我可以先不要理你吗？锁住了。自由，我只想要自由，帮帮我，拜托了，也只能帮你了吧。你现在想帮我吗？哦，真是太感谢了。Oh no！ 不，我只是想。No！ 我GG了吗？啊，原来里面是书啊，不是鸟。那怎么办？真是。不帮他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不帮他，锁住了，不是用这。诶，哪边有锁住的地方吗？我记得好像没有。诶，有不一样对话。诶，我最喜欢的书，我喜欢角色有趣的书。这个茶味道很好，你想喝点吗？我泡了一杯，就一下就好。你应该觉得幸运，许多爱书之人都会希望像你一样在这。你还没探索完这个图书馆的所有角落。购书架上面的书对你来说很困难吗？他说太高。OK， 都对话完了，那看来应该有地方没有探索到。小小的钥匙，还是这里有什么东西锁住了啊？不能用啊！用钥匙把它锁住嘞。我直接打开啦，哎呀，闹了半天。对啊，我就直接放它自由就好啦。我突然想到它的笼子上面有红丝带，这就是自由。谢谢。那本书消失了。要开门了吗？真是的，结果这边卡了半天。那我们多存档吧。哦，太好了，太暗了。书的喜剧多啊，书的喜剧啊，书的剧喜多许着放葬架。这个书架上放着许多喜剧的书啦，哦，
颠倒的，想说多奇怪。你要选哪一扇门呢？只能挑一扇。如果选左边的话，你会得到一份有趣的惊喜。一切都是反着的，所以我是要选右边哦，是这样吗？啊！是我被骗了，是我被骗了。哎，还是说是书的左边？因为有时候他讲说左边右边，我都搞不清楚是指他的左边还是我的左边。哇，好美啊！稍微看一下。啊，先不要。书架上放着许多喜剧的书。好，那开吧。得到一个蓝色的球，得到一套玩耍，杂耍球。难怪他会在这边设一个存档点，这边，对，原来就是有可能会选错。天哪，又没想到。那我们给他吧，继续用吗？你找到他们了，谢谢。表演开始吧。台主有 Steam 吗？有啊，我有 Steam， 可是很少玩。哇，他会耍欸，咋耍欸？哇，太了不起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真的很有天分。谢谢你，阿里亚。你知道我的名字？当然啦，这里的每本书都认识你，你相当受欢迎的。但是现在你必须走了，演出必须继续。啊？你要赶我走？而且那里有一扇门。不管怎样，存档。存档就对了。怎么了？有个男孩子，好神秘啊！那个女孩，她不可能是……但是她为什么会在这呢？现在我明白了，那我别无选择，阿莉亚，我会找到你，然后会杀了你，继续约定。坏，我跟你又不认识，你为什么要杀我呢？你究竟是谁？这里，哎，左右不能去。哇，它画面真的做得很漂亮哎，好喜欢哦。啊，马戏团，我可以回去吗？不行，好吧，走了。哇，等一下，我一进来就在高处。有点可怕。欸，吓死我，飞了他干嘛？欢迎光临寒舍，来赢得美妙的奖品吧。很简单，你要做的只是赢得一个小游戏。请让我来说明一下规则。看来我别无选择了。我比较想要存档啊。看到那些门了吗？你可以随意进入，不用在意顺序。但进去之后必须猜一个谜语，答案就在房间里的东西。如果猜不出答案，就仔细调查一下周围吧。这就是规则，很简单，很简单吧？我会在房间里等着你哦。啊，可是我比较想要存档哎。有没有存档点？可以出去吗？啊，可以出去。好，那我先找存档点。我觉得找存档点
比较重要，而且怎么那么多门？啊，存档点呢？等一下，我不想要。我们亲爱的主人公在这个神秘的图书馆里极其小心地探索着，他想揭开真相，但这并不容易。于是说，我们的故事将会迎来怎样的结局，现在还不清楚，所以我们必须好好坐下，看故事怎么发展。我来这里是要给你一个礼物，得到了黑桃 A 张扑克牌，虽然只是一张小卡片，但你以后肯定能发觉它的有用之处。谢谢。啊，存档点太好了，感动的瞬间就是存档点，太好了。我敢肯定，就是你第一次在图书馆里看到旋转木马，对吧？对，我想要回去那个上面那个门好了，我们一个一个门慢慢的探索。